凶狠强悍的女大佬一觉醒来，居然有一个酷劲十足的老公，英俊的长相，健硕的身材。不管这老公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先抱大腿再说。因为他失忆了，他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就躺在冰冷的病床上，身负重伤，谁料居然有仇人来追杀。他下意识的闪躲，两秒便连个人影都不见了。下一秒，他挥舞着手术刀，将黑衣人解决掉。没想到身负重伤，居然还能身手如此敏捷。他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是谁。这时，另一名黑衣人顶住他的脑袋。 十分感谢你解决了刚才那个家伙，这样赏金就都是我的了。女人已无力反抗，只是想在临死前知道自己是谁。可黑衣人却觉得没有义务向她解释。下一秒，砰的一声，黑衣人倒地，已经然被这种小喽啰威胁。看来是伤得很重啊！一个帅气男人出现在病房，将他救下。你是谁？居然能把我忘了？我可是你老公，这结实的肌肉，英俊的眉眼，没想到我居然有这么帅的老公。 男人一脸苦哈哈，什么？下一秒，他娇滴滴的扑进男人的怀里。你怎么才来救我，亲爱的？然后用力蹭他那宽阔结实的胸肌。老公，老公的叫个不停。这个女人脑子是坏掉了吗？没想到说了就信。可她知道自己此刻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抵抗任何人，何不抱这个男人的大腿呢？下一秒，伤口因为打斗的崩开，她突然晕倒在男人的怀中。救我！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：“我会乖乖听话的，老公。”这个女人怎么了？她曾经是高傲难以靠近的女大佬。 也挡着我的路，不然我不能保证做出什么事来。而他也从不是那个会乖乖听话的女人。如今又惹了这么大的麻烦，只有永远睡过去才会乖乖听话。一觉醒来，身边就多了个酷劲十足的老公。下意识的让他老脸一红，可还是忍不住怀疑这真是自己的老公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昨天是他救了自己。就在他昏迷时，那黑衣人突然起来偷袭，男人精准狠的将他撂倒。能死在不兴也手里也不算丢人，可在没有查出幕后指使人之前是不会让你死的。这时，两名手下闻声赶到，老大没事吧？ 手下询问那个女大佬要怎么处置，这毒妇还有一口气，何不趁机掐死她？可男人却让她等等。昨晚她打伤了部分兄弟，而且还杀了驼子，满心的记恨让她不能控制。想立刻将她解决掉。顾星也脸色突然暗沉了下来。我说她还有用。女人仿佛沉入了海底，耳边传来呢喃细语。在黑暗中有一股温暖的气息将她包围，循着那令人安心的温度，她终于沉沉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她猛地睁开眼睛，身边还多了个酷劲十足的老公，可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掉，让她面红耳赤。 下一秒就变脸，满脸崇拜的喊着：“老公！”男人却询问他有没有记起什么，可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。男人捧着他的脸颊，你叫丽渊是我顾星野的老婆，你身受重伤还能反击杀手，这么厉害的女人有我这样一个平庸的老公，你不会嫌弃吗？他连忙表示感谢，还来不及怎会嫌弃，本想让医生来查看他的伤势，可因为他伤口突然刺痛，男人直接脱下他的睡裙。我来处理就可以，别紧张，我们早就是夫妻了。就连你背后的纹身都是我亲手纹上去的，身体的每一处肌肤，甚至最隐秘 的地方都了如指掌，男人轻轻将纱布卸掉，嘴唇不断的在他的身体上亲吻，明明说不痛，可他已经疼痛难忍，还说不是第一次。男人的舌尖在他的耳朵上划过，难不成你想起了什么？可自己确实没有任何印象，但是这八块腹肌给我上药倒也不排斥。紧接着他有些不耐烦的询问，还要多久？真是可恶，自己就这样光了个身子，感觉全身都在发热。原来这个男人是在试探我的反应。 上药是假试探我才是真，那我就只能继续配合他演下去。随后又查看他头部的伤口，别担心，一会吃完早饭会有医生过来检查。虽然自己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感觉这个顾星也对自己并无恶意，但也不能放松警惕。 女人一觉醒来，身边多了个酷劲十足的老公，结实的肌肉上挂着大金链子，最主要的是还对她一脸宠溺。看在这头位自然的份上，这老公有可能是真的，但是她的餐具都是塑料的，她对我是有戒备的。就连老公的小弟们看上去也对我有意见，于是她决定试探一下。丽渊伸手就要拿对方的刀叉，男人一把将她的手拽住，就说这世上哪有帅气老公真心爱我这么好的事。下一秒，她装作傻白甜，人家只是想切下培根，塑料的刀叉割不动吗？男人的表情变得严肃，是我粗心大意。 了，这应该事先帮你切好。丽渊不敢反驳，看着老公身边的手下对他戒备森严，基本可以确定此人并非老公。最坏情况推断恐怕是敌对，若是敌对，为什么还留我到现在？当务之急是要查清他到底想从我这得到什么。这时外面一颗子弹飞了进来，男人下意识的将他保护起来，他也随手抓起那打叉以备用。就在这时，俩人躲在角落，男人身边的手下都在交战，只要现在用手里的刀刺进他的身体，还可以趁乱掏出这里。下一秒，一颗子弹飞了进来，将玻璃砸碎。他毫不 犹豫地挡在了前面身负重伤，为什么要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我？难道他真是我的爱人？外面的女人站在树上大声呼喊：“丽渊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给我滚出来！”随后又发射一枚子弹，出来丽渊。谁料那看似杀伤力极强的子弹，居然是像焦灼的。难道是顾星也在试探我？幸好刚没有动手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女人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。
却因为一场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。可当他翻看衣柜，发现各种 JK 制服，不禁傻眼。这些当真都是自己以前的风格吗？清晨，他与自称老公的人一起共进早餐，却遭遇外面的突然袭击，是他的手下为了救他不断往里面发送橡胶弹。二当家的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得撤了，不然顾星野的人拿着真枪就追上来了。就在松罗想坚持一下把渊姐救出来时，一颗甄子弹从他的耳边划过，再不走真的要没命了。于是几人逃到一处废弃的厂房躲避，手下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救他。 他拿出布局图给大家上课。今天制造的混乱以渊姐的本事应该能逃出来了。若不是刚才你们太逊了，渊姐早就逃出来了。这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弟猜测渊姐是不是已经遇难。松罗让他闭上了乌鸦嘴。以他的身手，那些人还动不了他。因为在松罗的记忆里，他一直是无人能及的女大佬。性感的身材配上一头长长的卷发，在坏的男人也会对他毕恭毕敬。渊姐您犯不着为了一个黄毛丫头跟我们生气。他父亲欠我们的钱，哥几个只是尝了个鲜而已。可他一向是正义的化身，你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废物罢了。 松罗这就是你的噩梦。看他像狗一样求饶，还有那么可怕吗？是他教会松罗变大变强。从此以后，他便下定决心效忠于渊姐。而此时，他的渊姐已经失忆，温柔的像只小绵羊，在为自己的老公上药。当看到顾星野身上一处很深的伤疤时，他突然愣住。怎么了？在男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担心，那表情像是在试探是否真的失忆一样。为了不让男人怀疑，他秒变迷妹。我在欣赏我老公的完美身材啊。 随后，男人带他来到衣帽间换衣服，正好他去寻找下俩人是否有一起生活过的痕迹。可打开后，他彻底惊呆了，除了 JK 制服，就是萝莉风格，还有一些穿了等于没穿的内衣，只有一件白 T 是正常的。这难道真的是自己以前的风格吗？顾星也询问他有没有记起什么，还说那些衣服上有俩人珍贵的第一次，真是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。穿成那样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 这个女人天天担心被亲夫谋害，即便在遭遇危险时，丈夫将她护住，她也没曾放下戒备。可丈夫却为了她的病情特意找来医生查看，并为她开了一瓶没有标签的药，更让她惊恐。回想年少时，她委屈巴拉在漂亮姐姐后面做跟班，女人真是麻烦，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我又不是只给自己买。 里面也有给程叔的礼物呢。他看不上姐姐一副马屁精的样子，而漂亮姐姐为了奖励他在这里等了这么久，便从袋子里掏出一件白 T 恤。噔噔噔噔，这件事送给你的哦。他看到后忍不住满眼冒星星。送给我的，下一秒便死鸭子嘴硬。我可没那么容易讨好，就算送我礼物，我也不会跟你做朋友的。可他却随口一句收下我的礼物，以后就要做我的老公，嘴上呸呸呸，嫌弃的不行。这件衣服我一秒都不会留到家，就会扔掉。可十年过去了，这件衣服一直被他私藏在衣橱，然后指着那件白 T 说。 这件衣服有我们深刻的回忆，女人看着眼前的内衣满脸尴尬，是因为这件衣服特别省布料，所以意义深刻吗？那件内衣出现在眼前时，她立马捂住了脸颊。这些衣服都是霍君泽那小子搞来的，其实我们不常住这里。 只是这边郊区相对安全，所以就让他帮临时买些衣服过来。丽媛招牌是假笑，没关系的，我猜他们也是想促进我们感情。这时顾星也看到他手指上面的伤还没有痊愈，担心绑着不利于伤口愈合，便说有个方法能让伤口好得更快。下一秒便直接亲吻上去。 这样，这该死的带有侵略性的荷尔蒙气息令他无法抗拒，仿佛坠入爱河。不敢相信这一切是那么真实又缥缈。这时，不长眼神的小弟突然闯入：“大哥，大嫂，医生已经在楼下客厅等候了。”大哥老脸一绿，知道了马上就去。医生从片子上看是外伤导致了脑神经损伤而失忆，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损伤不严重，短则半年，长则两年便可自行恢复记忆。丽媛表面风平浪静。 心里却盘算着两年会有多少危险。他看着眼前陌生的丈夫，决定还是要快些找到他的真实目的才行。随后，丈夫出去送医生，俩人在门口多聊了几句。他便在玻璃窗内暗自观察。下一秒，医生将一瓶没有标签的药塞进了丈夫的手中。开药为什么不当着我的面说呢？就在顾星也回屋时，他连忙上前询问。男人毫无隐藏的拿起那瓶药。 没什么，就是给了这个。医生说这个是滋养脑神经的，有助于你恢复记忆。来，先吃一片吧。这个女人天天担心被亲夫谋害，只因医生没有当着她的面开药，她就找各种理由拒绝吃药。于是男人便直接将药放在自己的嘴里，然后亲自用嘴投喂。医生走后，丽媛就对那瓶没有标签的药打探的没完。这个药是治什么的？将自己心中的疑惑都问了出来。察觉到她有些过于敏感，下一秒便靠近她的耳边低声说道：“终于想起来，这是毒药吗？” 听见这话，他直接花容失色。顾星也玩味一笑，开玩笑的啦。丽媛眉头紧锁，显然是没有从惊吓中出来。我可是你亲爱的老公，怎么会害你呢？这时，丽媛的脑海闪出一个想法：若他真的想杀我，早就动手了。除非他是想将我变成傻子。想到这里，脑袋突然疼痛。男人，可是以前的记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但这个顾星也绝对是有问题。男人见他脸色突然苍白，便将他扶到屋里休息，然后再次提醒他睡前记得吃药。他没有回应，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男人。怎么还不想吃吗？
下一秒，他开启瓶盖，直接将要塞进了自己嘴里，然后突然靠近他。难道要我亲自喂你吃吗？眼看要到嘴边，他将头扭过。我不吃。这个表情像极了从前的他，那个高冷无情的样子。我不用你帮忙。下一秒，他像疯了一样抓起他的双手，然后将要强制的塞进了他的嘴里。紧接着便肆无忌惮的向下撕咬，随着他不断的发力，背后的伤口也被撕裂。男人突然停了下来。 对了，这里有伤，然后温柔的询问，还疼吗？抱歉，刚想起一些不好的事，没有控制住。你先休息，晚点叫你吃饭。顾星也走后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刚他那样竟然能忍得住，还担心我的伤。我们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，却因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。可身后的保镖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他只是从座位上站起，就被保镖齐刷刷拿着家伙对着。你们别紧张，我就是去个厕所。得知丽渊被顾星也救走了，黑衣大佬发了火。 你们这群废物，黑衣人为了将功补过，已经安排下属潜入顾星野的别墅，找机会就能解决掉那娘们儿。你们最好做的干净利落，嫁祸给顾星野，这样朱雀堂的那帮垃圾一定会找顾星野报仇的。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。而受伤后的丽渊已经在顾星野的别墅休养一个星期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，顾星野去商会处理事务，却在家里安排一群肌肉男看守他。这种群山一般的凝视让他感觉压力山大，他只是站起来。 身后保镖就会觉得异常紧张，然后齐刷刷拿着家伙是对着他。你们不用紧张，我就是去个厕所，不被石霜眼睛盯着才能让他静坐在马桶上思考。总感觉这尴尬的气氛里有一丝杀气，于是他决定想办法跟他们打好关系。刚出门就看到光头保镖手里拿着刀，大嫂你终于出来了，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吧。他吓得大声尖叫。下一秒，光头保镖展示独门绝活，将苹果皮削成了花。这波操作下来，让他哭笑不得。请问还有苹果吗？我也想露一手。几分钟后，苹果花便摆上了盘，大嫂的刀工好厉害。 紧接着，光头保镖递上一杯红茶，静养大嫂。出于职业本能，这茶闻上去就有问题，于是他以茶太烫为由暂且搁置。丽渊不确定是泡茶的人问题，还是这里人手太杂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不是顾星野的指使。毕竟他不需要如此麻烦的方法。即便刚那水果刀又是塑料的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间屋子里有其他人想害我，而且这个想害我的人还很怕我。 那么我就耐心一点，陪他玩玩这猫抓耗子的游戏。这边松罗看着霍君泽照片，倒有几分顺眼。他对顾星野忠心耿耿，执行力虽好，但缺乏谋略。手下提议，相比顾星野的狡猾谨慎，不如从霍君泽下手，例如使个美人计什么的。那你觉得让谁去合适呢？我可以为老大献出一切。但霍君泽不耗我这口。这时，手下通报在别墅外抓住了一名医生，听说顾星野介绍老大为夫人，并且说老大失忆了。果然，顾星野这条大尾巴狼一直缠老大身子。 现在老大温顺的跟小绵羊一样，那不得被他换着花样调教。想到那么要强的老大受到这样的屈辱，松罗决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要尽快救出老大。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，却因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。手下得知老大被青龙会囚禁，担心他受尽屈辱，必须尽快潜入敌人阵营。于是松罗乔装打扮成女学生，然后假装在青龙会门口挨欺负，果然成功吸引了霍君泽的注意。下一秒，他便一个飞脚踹了过去，赶走了小混混。松罗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望向他。 拜托你能送我回家吗？而此时的女大佬虽然失忆，但是智商却一直在线。为了找出往茶里加料的人，她等到茶都冷了，那人也没有行动。后面的光头保镖便上前提示茶要趁热喝，果然端茶和加料的人都是他。 谁料他却担心珍藏的茶叶浪费，要先干为敬。下一秒，丽渊一个大逼都便扇了过去。有蚊子，光头保镖看着珍藏的茶叶摔得稀碎，心疼至极，委屈巴拉的称似乎在那道光里看到了太奶奶。没出息的家伙，放心吧，蚊子已经死透了。看来不是端茶之人要害我，他刚才是真心要喝下去的。没想到投毒的人这么谨慎，看来也只能等那人再行动了。谁料那黑衣人又出现了，而顾星野正在会所接待麒麟商会的廖总，他打着店里来了不少新妹妹为由，邀请顾星野到店里做客。 顾星野却已晚上有事，为由而推脱，那怕不是顾总金屋藏了美娇娘，夜夜做新郎了吧？这时，顾星野接到手下的电话，得知丽渊出事，便匆忙的赶回家中，而这一切都是这个廖总精心策划的。此次登门造访，就是要亲眼看他着急的样子。这只是他计划当中的第一盘菜而已。等他回到家，就会发现笼子里的金丝雀早已遭了毒手。他飞奔着跑回别墅，丽渊呢？推开门那一刻，他却悠哉的吃着薯片。我没受伤，是不是有点失望？ 看到他没事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下一秒，丽渊拍了拍床榻，过来坐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，却因意外失忆变成了小绵羊。可仇家却没打算放过他，先是医院暗杀，又是酒里下料，都没能成功，因为他只是失忆而不是变傻。即便是面对长枪短炮，他也临危不惧。这样的气场倒是让黑衣人胆战心惊，才让他有了 0.5 秒逆转的机会。下一秒，子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向他，面对危险时，他异常兴奋，及时闪躲。 仿佛是嗜血的野生动物一般，随后便是一个飞腿踢了上去，将他手枪踢飞。眼看不是他的对手，黑衣人连滚带爬的逃跑。
然后向他丢来了烟雾弹，才让黑衣人趁机逃走。这要是以前，一只苍蝇都不能从他的身边活着飞走。顾星也听完这些，不禁背后冒着凉风。丽渊则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看着他，所以你就这么让他跑了，连脸都没看到。当然没有看到，看来这房子里藏了一些见不得光却还想捣乱的老鼠，是该好好收拾一下了。可丽渊却依依不舍地叫住了他。丽渊的神情有些慌张，因为刚差点被枪杀，可老公怎么都不安慰一下呢？ 顾星也则是玩味的回了一下头，走到他的身边，看着曾经那个冷血的大佬，然后用手抚摸上他的唇。我本以为你不需要那种东西，因为他的体内如野生动物一般炽热，渴望被抚慰的欲火才是真正的丽渊。他躲开了男人的手，矢口否认。下一秒便被推倒在床上。男人试图用热吻来安慰他受到的惊吓，可他却像个泼妇一样将顾星也踢开。他便迅速起身，就说你不需要安慰。待到深夜，他独自一人睡在空荡的房间，黑暗中门缝闪出一道亮光，是顾星也缓缓爬上了他的床。 床，然后拿出那尖锐的刀指向他。没错，他又来试探丽渊到底是在演戏还是真的失忆。真想他一辈子都这样该多好。刀子落到他的面前，丽渊也没有醒过来，看来是真的失忆了。那么晚安，老婆。而此时的丽渊早已手心冒汗，等到门关上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他才觉得顾星也似乎对他有偏执，并不是想杀他。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，却因意外失忆变成小绵羊。手下得知大佬被青龙会看守，便想尽一切办法救出老大。这天，松罗乔装打扮成女学生，故意在青龙会门口挨欺负。成功引起了青龙会二把手霍君泽的注意。为了感谢他的出手相救，松罗穿上吊带短裙，端来红茶表示感谢。不近女色的霍君泽看了他的装扮，都不禁流汗。紧接着，他眼含泪花，又提起刚刚真的有被吓到。男人见状，连忙上前安慰：“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小姐。”顾金义就浮上了他的手臂，擦出。 火花，然后满脸娇羞的将手松开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这家伙还真是能装，倒要看看他装到什么时候。松罗将茶放下，我的名字叫宋柔。然后装作可怜兮兮的称自己独居，经常被附近的小混混骚扰，看他没有反应，便越说越离谱。有一次还被他们，下一秒霍君泽果然被激怒，被他们怎么样？ 他哭唧唧称被他们跟到了家里，有我在，你放心，以后都不会再碰到这种事了。为了拿下霍君泽，他便故意将茶水打翻，然后装作不经意的滑倒。男人一把搂住了他，你没事吧？紧接着他便谎称自己的脚不小心扭到，没法走路了。下一秒，霍君泽便一个公主抱将他送回卧室，眼看猎物上钩，松罗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果然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接下来就差一步了。 为了救出老大，他宁愿牺牲色相。谁料霍君泽将他放到床上，便给了他一张名片。你好好休息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先回去了。松罗的脸顿时气到发青，这他们算什么？次日，霍君泽趁着老大不在，便将别墅的保安都叫了出来。我们当中有人要杀了丽渊小姐，今天我就要找出这个人。接下来被叫到的人跟我进书房，可半小时的审问过去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他不由得羡慕丽渊。 还真没见过老大为谁这样煞费苦心。那霍先生就没有遇到让你在意的女人吗？此话一出，他的脑海竟闪过那个被救的女学生。这时，丽渊趁机试探的询问顾星野和我之间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吗？看他立马提高警惕的样子，看来是问了不该问的话。就当我没问过。他沉默许久，说出实情：当年你和老大情比金坚，但你却深深伤害了他，失忆的丽渊想不通，到底是什么事伤害了他？你背叛了老大。 一大老一觉醒来，身边多了个帅老公，但这个帅老公却对失忆的他处处防备。于是他便找人私下询问俩人之前的关系，不问不知道。一问吓一跳，他曾经竟然背叛了老公。丽渊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出轨了，但是有这么帅的老公，为什么还要出轨？难道是吃腻了山珍海味，想换口味，跑去吃窝头咸菜了？ 当他还想询问具体情况时，霍君泽将下一名保安叫了进来，继续审问。枪响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有的说在库房收拾东西，有的说当时在厕所拉屎都没来得及踢裤子就跑了出来。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臭味，丽渊一脸无奈，因为枪击之前别墅公共区域的摄像头就已经被损坏，所以他们的话已经无法证实。 霍君泽让他安心休养剩下的事由他来查清。丽渊刚想询问出轨的事，他却火急火燎地走开。可无论是相貌还是身材，顾星也都是男人中的极品，自己怎么可能出轨呢？难不成他那方面不行？以顾星也的性格，他是不会放过背叛他的人。那么自己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？当务之急还是要想尽办法讨好这个帅老公，让他断了对我的杀心。于是他在厨房忙活了一整天，就为了给他做顿美味佳肴。男人回到家找了他一圈，没想到他在厨房里面悉悉索索。 下一秒，他嗲声嗲气，喊上老公：“你今天辛苦了，我特意为你做了你爱吃的菜。”然后双手奉上他做了一天的糖醋排骨。顾星也震惊，难不成今天又有刺客暗杀你？所以刺客都被他做成了下酒菜。看着那黑暗焦糖排骨，这是明目张胆的想毒死我呀！丽渊却当宝贝一样让他快尝尝鲜，眼看盛情难却，虽然吓得冷汗直流，也要将他吃掉。一口下去，外狐狸硬，放在嘴里又咸又甜。 丽渊满是期待的等着他的好评，下一秒便吃得一干二净，好吃。然后又靠近他的耳边温声说道：“下次再做给我吃好吗，老婆？”
随后便以公务为由先行离开。丽渊拿起那糖醋排骨试吃，才发现简直难以下咽，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背叛他的事，还能让他这样包容我？ 与大老师一变成小绵羊，可仇家却没打算放过他。先是一任暗杀，又是别墅投毒，都没能成功。还不是因为他有个又帅又爱他的霸总老公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霸总的正牌女友却找上了门。一天没有查出内鬼，丽渊就是危险的，于是顾星也联合霍君泽下了个套。他们一起来到商会的地下室审问黑衣人。已经过了半个月，他还是不肯开口交代。即便他不说，也已经是雇主的心腹大患了。随后两人便一同走出地下室。很快，帮派的小弟便拿着刀走向黑衣人。就在他以为终于 可以杀他灭口，拿到报酬时，才发现眼前的黑衣人是假人，这才反应过来是中了计。原来是你，怪不得医院看到丽渊的第一反应就想杀了他，说出幕后主使就饶了你的狗命。得知是麒麟商会的缪老大主使，确实在顾星也意料之外，因为他得罪朱雀商会，得不偿失。那么这个背叛青龙会的家伙， 收了钱，怕是没命花了。这边丽渊继续想办法和老公搞好关系，不然顾星也一个心情不好，他就没命了。那么拉近男女之间距离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卖色相。突然，他的头一阵剧痛，那个曾经的自己手握刀刃浮现在脑海。 受了伤的顾星也看不惯他靠浅薄的情欲来抹平背叛，而他只不过是想看到丽渊在绝望中挣扎死去。想到这里，丽渊情绪崩溃。这时，门外突然吵吵闹闹，一名短发女子不顾光头保镖的阻拦闯入别墅，下一秒便扇了光头保镖一个大逼斗。顾星也在哪里？看到丽渊才让他停了下来。原来是金屋藏娇了。丽渊看他有种正宫来抓小三的架势，但不知对方是什么人的情况下，第一条就是伸手不打笑脸。于是他主动示好：“小姐姐要吃薯片吗？”谁料他却突然黑脸。 你竟然叫我姐姐，紧接着便说她要比自己大一年零四个月，还张牙舞爪的要上前挠人。担心丽渊受伤，光头保镖极力阻止。丽渊劝她不要太过激动，冷静下来后，短发女子放出狠话：“你只不过是在博取星野哥哥的同情，厚着脸皮不走。既然你这么爱装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叫丁绿莹，是顾星野的正牌女友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，给我滚出这里！”丽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 怎么就成小三了？与大老师一身边却多了个帅老公。本以为这个老公能护他周全，可家里却安排了一群保镖处处对他戒备。为了查清楚这个帅老公的目的，他只好向找上门的正牌女友套话。丁绿莹见丽渊在星野哥哥家中，便撒起了泼，向你这样野蛮狂妄的女人，哪个男人会看上你？星野哥哥只不过是想报复你的背叛，他留着你只不过是你对他还有利用价值。果然，顾星也将我囚禁在这里是另有所图。下一秒，丽渊试探询问：若你是他的正牌女友，顾星也有跟你上过床吗？ 丁绿莹顿时心虚，正牌女友连床都没上过，那我就警告你不要太嚣张。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还自称是正牌女友，被激怒的丁绿莹为了证实自己是正牌女友，便说她和星野哥哥是死对头，应该是手里有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才留到现在。就是假装失忆也不能抹平你砍过的那一刀。原来她纹身处的伤疤是我留下的，所有的事情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。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，难道我之前是那样的恶人？ 这边顾星也来到总商会画室人办公室做客，丁绿莹的父亲客气表示莹莹总去麻烦你，真是辛苦你了。顾星也称那都是小事，只不过现在丽渊在我家里，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为了保全女友的性命，顾星也称只是想报当年之仇。况且他手里有四方印，等拿到之后必将双手奉上。临走，丁原还不忘提醒，希望你也能像你叔叔一样做事不留后患。放心，丁叔，四方印交给您后，我定会亲手了结他。 从这几天得知的信息来看，这个家是待不下去了。于是丽渊开始整理衣物，打算与顾星也告别。男人回到家中，立马慌乱。丽渊，你要去哪儿？他委屈巴拉的称：“是你的女朋友找上了门，要我滚出这里。”得知白天丁绿莹来过家里，他连忙解释那是总商会画室人的女儿。俩人只是认识而已。丽渊却说对他的情债不感兴趣，而且也不想做他池塘里的鱼。面对他的挽留，丽渊再也演不下去：“你美其名曰是在保护我，实则另有目的吧？”与其这样互相猜忌，不如把话说开。你身上的这个伤疤是我留下的，你一定很恨我，对吧？ 男人矢口否认，称自己对他没有丝毫怨恨。下一秒，直接将他抱起。顾星野，你什么时候能像你身体一样诚实？ 与大老师一醒来，身边却多了个帅老公。本以为俩人曾经是很相爱的一对，可经过几天的相处，帅老公不仅对他衣食住行处处防备，就连小三都找上门，都说他当初背叛了老公，这让他在这个家待得越发不安。于是他便想尽办法说服老公离开这个家。这天，他趁着顾星野对他的宠爱，把话说开：“你很享受这种掌控我一切的权利吗？”可男人却矢口否认，一直打着保护他的旗号将他囚禁在别墅。丽渊，你要相信我对你并无恶意，但是你让我吃来历不明的药，还派一群小弟真枪实弹 的看着我，换作是你会怎么想？男人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，那么你想要什么？丽渊坚定的回应：“放我走。” 顾星也一把拽住他，
外面很危险，你不知道有多少眼睛正在盯着你。丽渊已经听过他的这套说辞，因为他背上的伤疤是他留下的，而且留在这里对恢复记忆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下一秒，他缓缓靠近男人，然后用手掏出他身上的枪。你若是不答应我，我就立刻死给你看。顾星也见状，连忙安慰，无奈只好答应他的请求。但是放你走可以，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果然，他的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。谁料他却只要求丽渊出去以后要保护好自己，而且还会在家里等他回来。这样肉麻的话让丽渊简直不敢相信。丽渊嘴上答应了，但是心里已经暗下决心，这一次出走便将不会再回来。重获自由的他走出别墅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到梦里常见的那座带有院子的房子。他心想，从别墅后门开车出来，而且还带走了顾星野的枪。车子都是防窥车窗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但顾星野最后的那段话有几分真心。下一秒，对面一辆卡车直奔他开来，让他来不及闪躲，直接撞到了左侧的护栏上。随后车上下来几名黑衣人，而丽渊已经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卡住，动弹不得。没想到别墅内有内奸。就在他绝望无助时，黑衣人被后面的子弹射中，一名身穿白色风衣的男子朝他走了过来，然后亲切地叫他渊渊。与大佬失忆后，身边多了个帅老公。本以为他与老公曾经相亲相爱，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，他得知自己曾经背叛了老公，这让他整天坐立不安，想尽办法尽早离开这个家。终于经过他的软磨硬泡，成功离开了别墅。谁料出门就遭遇黑衣人劫持。顾星也之所以放心将丽渊放走，是因为他已经在外放话，四方印在他的手中。即便是坐上掌门人的位置，没有四方印也名不正言不顺。就算他被抓走，顾星也有办法将他救出来，除非遇到那个疯子。没想到顾星也担心的还真就发生了。丽渊看着眼前杀人不眨眼的噩梦，陷入沉思。曾经的自己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？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假装熟悉就好了。他露出招牌假笑，好久不见。而这一举动让灰毛愣了神，察觉到他的异常，便上前询问：渊渊，你很奇怪，难道是刚车祸失忆了？若是渊渊忘了我的话，好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丽渊一边安抚他的情绪，一边拿起玻璃碎片。下一秒，一个划痕在他脖子处闪过。管他是谁，这样一个变态还是不认识为好。就在他起身逃亡之时，一颗子弹朝他飞了过来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渊渊，可惜你总是忘记补刀。随后他便撞倒在地。那不如就住到我家里叙叙旧吧。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女大佬，却遭人暗算失忆，变成小绵羊。当得知他没有死时，仇家还没打算放过他。又是医院暗杀，又是别墅投毒，都没能成功。手下为了尽早将他救出来，便乔装打扮成学妹，潜伏到霍君泽的身边。一向不近女色的霍君泽对他怜香惜玉，这天带他到山顶散心。这是我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来的地方。松罗听见那两个字，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他那赌徒父亲。他的父亲因为欠下赌债而被找上门，无意间看到弱小的他，便动了歪心思。想到这里，松罗便哭得梨花带雨。霍君泽慌张，怎么突然哭了？他表现得很柔弱的样子，称只是触景生情。男人满是愧疚，都怪我不好。没关系，有你就够了。下一秒，松罗便吻上了他的唇。这边丽渊为了尽早恢复记忆，向顾星野请求离开别墅，可他刚出别墅就又落到一变态手里，原来是橡胶子弹。丽渊的头部有些轻微擦伤，银毛将玻璃碎片从身上拔下，果然是心狠手辣的渊渊，很痛但不碍事。看来这个家伙之前也认识我，那么只能跟他走，兴许能找寻更多有用的信息。于是俩人互相简单处理下伤口，便一路向北。而丽渊之前从丁玉莹口中知晓失忆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了不让这个变态发现失忆，他只好演戏。这时霍君泽出现在窗外，难道那是他的女朋友？竟然有小情侣放烟花，这地方僻静，干点什么可真方便。没想到这个家伙脑袋里竟是黄色废料，谁料他却说方便杀人后抛尸，遇到熟人要停下来叙叙旧吗？想到刚逃出顾星野的手掌，还是离他的人远点好。与大佬为了查清失忆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，丢下了帅老公独闯江湖，可没想到被一个疯子缠上。当疯子告诉他那瓶没有标签的药是治疗失忆症时，他才明白老公真的不是要伤害他的人。丽渊坐上副驾驶，疯子便带他来到一栋荒无人烟的别墅。这里乌鸦满天飞，看着就很阴森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别墅，四处观望，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。没想到这里有如此完备的医务室，还有药剂室和制药实验室，由此判断这个疯子可能是医生。这时疯子却让他先去洗个澡。丽渊见他如此轻松地说出这样的话，难道俩人曾经还是比较亲密的朋友？于是他像个害臊的大姑娘，在这洗澡好像不太方便了。下一秒，疯子又一次被他的举动震惊。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在你洗澡的时候偷看吧？既然他这样说，看来我们也就是普通朋友。谁料这个变态却突然妩媚地看着他，这孤男寡女深宅大院倒也可以做点什么。丽渊一脸嫌弃地看着他，难不成他要耍流氓？下一秒，他那张人畜无害的脸却说出让人毛骨悚然的话。最完美的切割就是一边洗澡一边切割，冲走血迹。看来这个变态的脑子里只有杀欲，还是小心为妙。紧接着他却提起有些工作要丽渊随他过去，原来之前和这个疯子一起研究仿制药品。丽渊看到这一粒粒小药片，想到了自己在顾星野那里吃的药，于是他拿出瓶子让疯子去帮忙测试一下成分。虽然自己也曾偷偷吐出去过，但由于检查的太严格，也有部分吃下去。
疯子以为又是一笔不小的买卖，便立即上楼检验。随后，丽渊来到书房，盛装二字挂在书桌后面。他看着上面的落款是曾经的自己写下的，不一会，疯子带着鉴定结果走出实验室。这是一种促进大脑新陈代谢的药物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治疗失忆症的药物。丽渊恍然大悟，原来顾星也真的没有要害我。可疯子却说这种药是用于小众人群，而且仿制也没什么利润。随后便怀疑这药是丽渊自己服用。糟糕，被这个疯子知道就小命不保。他解释是一个朋友在用。随后，疯子走到那幅字的旁边，说这是渊渊送的书法，很有纪念意义。丽渊看着自己默认是的，可疯子却露出诡异的笑容。那么，渊渊，我的名字是什么？被挟持的他大脑一片空白。可恶，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。